家请合掌，请跟我念。我们一开始要祈请佛菩萨护法，护法神来加持法会。因为佛教是个信仰，那这个信仰了解了，这个世间真的有佛、有菩萨、有阿罗汉、有阎觉，所以在大雄宝殿这些佛像都做出来了。那平常你没有在大雄宝殿，你只要很虔诚的合掌，就像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也会降临，就这个意思。那不但如此，我们祈求佛菩萨的目的呢，因为我们要帮助众生，就像各位刚刚写了很多牌位，牌位就是我们的祖先啊，堕胎胎儿啊。当然今天我们更希望来曼彻斯特，来念一下曼彻斯特，内外有情，男女孤魂，大魂牧区，所有魂牧区受苦亡魂，同来法会，同享功德。所以呢，我们这样来合掌，这只手代表所有众生，地狱鬼道畜生道人天道，在这只手，这只手代表所有佛菩萨，五方五佛啊，所有佛菩萨。所以我们希望佛菩萨的加持功德，帮助受苦的众生。所以这只手代表慈悲啊，这只手代表圆满的智慧啊，在佛教里面叫悲智双运啊，放在你胸前代表你自己的发心空性。所以这个叫什么，念一下，菩提心、大悲心、无我空性、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合为一体啊。那合掌重不重要？哇，功德太大了。如果你了解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念下来，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一心祈请诸天护法加持法会，一心祈请圣母玛利亚、天主基督教护法善神加持众生同来法会。我今发心为父母祖先、为六道众生、所有堕胎胎儿、现场所写往生牌位有情做功德，愿其离苦得乐，同生净土。嗡嘛呢呗咪吽，嗡嘛呢呗咪吽，嗡嘛呢呗咪吽。好，请放掌。那个往生牌位有收了吗？在哪里？一起啊，看他固定摆一个位置。既然写了，就要尊敬他，就要摆个水米啊，放在那边啊，因为他可以享受功德嘛，啊，现在开始就变成法会了，法会就有功德了啊，因为诸佛菩萨降临加持了。好，大家阿弥陀佛。那希望各位每天都要如此合掌默念观想啊，佛菩萨护法，我们要帮助众生冤亲债主，这样。那这个就是佛教，佛教里面就是什么，来虔诚与慈悲，我们对佛法生虔诚有信心供养，那我们对这些六道有情有悲心，那这个悲心就来自于，就像对自己爸爸妈妈一样，
什么叫悲心呢？悲心不是用嘴巴讲的，不是看书，悲心是一种感动感受，就像你看到你儿子跌倒你会痛，那叫悲心，那个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形容。所以你看到你最爱的儿子，你想要抱他，那是一种慈心啊，因为你希望他快乐，这个不用特别去说明就可以啊。所以佛法很修学佛法要，所以我为什么要摆这张相片，这是一位居士送我的，他说这一张是以前德烈莎修女送给他的啊。那我看到这张这个脸庄不庄严啊，因为这个画的人把圣母玛利亚的这种爱心画出来了。那这样这就是我们要所以他心脏还有一个心脏刚刚我们占日法师给他摆个蓝色的画那就美了。因为看起来就庄严了。所以我想我们修行佛法就是希望自己呢能够随时保持在那个最好的状态，就像花一样，最好的状态。花不会生气的，花只有以最好的颜色、最香的味道来供养世界。一朵野花在草里面，它没有说我漂不漂亮，那是因为那个草地上有这个花就漂亮了。所以我们佛教里面，修行人要有什么特色呢？也叫做世间莲花，你要让人家感觉到你在这个世界是一个不会伤害众生，只会想要把最好的给他帮助他的人。你千万不能一直挂着念珠然后在骂人打麻将做坏事，带着念珠吃牛排不太像，因为我们是做一个 Ahimas， 就不伤害，不伤害的，做什么事情都不想要伤害到一花一草一木一只蚂蚁。这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的所谓佛教徒的基本，你讲诸恶莫作。那什么叫恶呢？就是伤害到世界，伤害到别人，这个就是恶。因为你伤害到世界别人，你就会伤害到自己，诸恶莫作。第二个，众善奉行，那你要去帮助世界，帮助别人，帮助世界众善。众善不能说只有在佛堂做，不去天主教堂做做善你也不能说我是华人我只帮助华人不帮助印度人，那不行。一只流浪狗，一只鸟受伤了你都要去帮助它，众善奉行而且在我们不做坏事有帮助众生，还要达到什么呢？自尽其意。各位不要再生气了，不要再嫉妒了，对不对？这个就要修了，这个讲什么容易呢像各位有结婚最难搞的是人夫妻在一起处一辈子吵到后来离婚了没离婚也会抱怨因为很难因为人的心态，每个人都是认为自己是好的，世上不圆满除非你成佛了所以各位，你修行有一个很重点修行人不是用嘴巴，修行人是用一种思想态度而感动别人。他知道你不会伤害他，他知道你会帮助他。所以有时候我都会说，人不如狗，有些狗都不会发脾气。主人骂也不会发脾气，小孩子摸他他也会摇尾巴这个是很好的狗那我们修行人就是要让人家感受到我们的心态、讲话、身体的行为都不会伤害别人，而且对对方有帮助，所以叫人成即佛成你要学佛就是要成佛，那是要把人做好。那这个人做好不好要靠你自己了，你也可以好也可以不好，因为决定在你自己你想要骂人我们也没办法你想要耍脸色我们也没办法。所以我经常跟很多人说，
不要用那种无言的抗议，以后你会丑八怪啊，你不要故意用脸色去给别人难看，你不要故意用眼神去给别人难看，何苦来哉？但是人就控制不了啊，因为我就要用我各种的方法来表达我的抗议啊。但是学佛不是啦，学佛是万事万物和谐相处，不但不伤害你不好，那我要帮助你。难道你儿子感冒你就把他杀了？干嘛感冒？他再不好你也会爱惜他，带他吃药，对不对？找最好的医生，希望他不要感冒了。你不可能说，他得癌症，要把他杀了，你要救他。所以我想，学佛要学佛菩萨一样，来，永不舍弃别人，永不放弃众生，就是这样。所以观音菩萨为什么一直轮回？因为他不舍弃任何一个受苦的。只要有众生在受苦，包括一只蚂蚁在受苦，观音菩萨就会来。只要有人会念观音菩萨，那个力量就很大。所以观音菩萨说，有一艘船几千个人快倒了，像那个什么铁达尼号，对吧？如果船上有一个人念观音菩萨就 OK 了。但是那时候大概没有人念吧。所以问题是他们不懂。所以我想观音菩萨的力量就像我们去看电影那个摩西，是不是水会退开，那个就是神的力量。那佛菩萨的力量那不用讲了。所以我认为修行最重要是念下来相信信心。人连这个生死大事快死了，你念阿弥陀佛都可以往生的，相不相信这个很重要。这个世间最大的痛苦来了，你念观音菩萨都可以改变，你要相信。但是很多人不相信，嘴巴念观音菩萨，等一下又骂他儿子，又跟他太太老公吵架，就是不相信。什么叫相信？我知道我跟他讲没用，因为我不是佛啊。但是我念观音菩萨这样啊，我求观音菩萨加持他，然后我会跟他提一下，但是我可以接受他的不接受，我不会为这个事情而生气而急躁，这个叫相信。所以我想就像我师父他常跟我说，你们不好我就去拜佛，佛力量大，跟老板报告但是他不想要生气。所以看到师父在拜佛我们就乖乖，哇，又哪一个做错了那这样他就可以很平静。但是如果你一直想要去改变别人的思想，那是个好心，那不是一个智慧。你要改变别人先要改变自己，你要圆满自己，你就有力量改变别人同样三部手机在那边卖，为什么会卖得好？最好看又最有效能又最便宜，你自己会拿它的我们要把自己成为一个圆满，就像清净的花也好看，人家就会接近你。希望以后各位的相片变这样，每个人都看着你的相片就 OK 了希望每个人都念你的名字就超度了，这样。所以阿弥陀佛药师佛他们圆满了，所以任何人念他的名字就得到他的力量相信。所以佛教里面在这一点，那么希望我们来学佛，首先你要净化自己，改变自己，念下来调伏自己，调伏自心，才能感动别人，才能改变世界这很重要如果你给人家的感受是一副很奸诈很急躁很暴躁，看到你就阿弥陀佛赶快跑掉因为你想要帮助别人。因为我们中国人学的是大乘佛教，什么叫大？大就是希望帮助所有生命，叫大嘛。佛教有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小乘呢是小，为什么小？我自己解脱更重要。大乘呢，所有生命都解脱，都离苦，
那我的生命轮回才停止。这个叫念一下，南无地藏王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成菩提。所以有一位祖师写了，以观音之心为心，以地藏之愿为愿。那观音的心就是不舍众生的痛苦，随时慈悲。地藏王菩萨除了不舍呀，化为力量愿，所有众生都离苦，我才离苦的愿。那我想各位可能时时刻刻，人要有他生命的座右铭，就是你是以什么为主的？啊，这个就是你的信仰法，佛法信仰。那我们要把。我们要把这个法成为你人格的特色，而不是说你有钱啊，你漂亮啊，你开一部跑车啊，那是很肤浅的，了解吗？哦，我们现在在上课，突然一个美女进来，问她你来干嘛？你有她美吗？啊，因为不是要她的外表，不是要她的钱，会有一个大老板进来，有用吗？拥有贫穷是我们的快乐，你太多钱都没用，啊。我们要的是学习对方的慈悲啊，智慧啊。所以我想各位要开始，我们要一起鼓励自己，互相帮忙，成为有一个有人格特色的人。那这个人格特色是什么？学观音菩萨，学地藏王菩萨，学普贤菩萨，学药师佛。佛菩萨已经把人格特色展现给我们看，方法怎么做也写得很清楚，叫经典。所以各位在这一点，你真的要偶尔照照镜子，我像不像观音菩萨？我像不像地藏王菩萨？我像不像伽玛巴？我像不像我师父？我们身上要有师父的影子啊，不然呢，你就一直老了，一直老了，生病了，像什么？像生病的人，像得癌症的，像离婚的啊，所以那。我们讲到离婚，如果你已经离婚了，但是你让别人看到你就像离婚的样子，你失败了，因为你一直在这种离婚的心态跟这种状态，然后感受到一个就是一个不圆满。所以佛教里面讲空性，空呢，没有自我的那一种不好的习性或不好的思想，叫空。一念佛，为什么念佛？因为我不能念自己，我自己也不好。离婚了，生病了，得癌症了，我要念慈悲，念观音菩萨。啊，当你忙了老半天，人家问你：“哎呦，你家庭一定很圆满，你先生太太一定很爱你，所以你变成好人。”没有，我没结婚，但是我懂得爱众生，因为你已经超越了你的人性。所以各位一定要多拜佛，多看佛像。多看佛经，多接近善知识，因为他有那种人格气质，你跟他学啊。所以中国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啊，所以你要让你自己有那个人格特色出来。所以我的师父常跟我讲，理个光头不见得是修行人，修行人你走在路边人家都知道修行人，因为有那个特质态度给别人的感受很厉害，啊，生意人就生意人的样子，对不对？啊，穷人就穷人的样子。那修行人要有修行人的样子。那你因为你这个样子就在度众生嘛。事实上，佛法不是存在教堂里面啊，佛法不是存在佛堂或经典里面啊，佛法是存在人的心跟表现出来的态度上面。所以，一个学佛的人，不管你走到哪里。你是世间莲花，你就会让别人感受。所以我每次到哪里，我就想，哎，有没有人找我拍照？那代表我成功了。你们找我拍照，因为你们认识我，那没不算。最好在机场有老外有神父跑过来说 ，take picture。哦，很搞笑。对，我要装了一副很慈悲的样子。那至少他不会讨厌你，知道吧？啊，因为你要表现出。啊，那种关心对方，对方跟你拍照觉得也很快乐，所以我身上随时会请他帮我准戒烟品，赶快送给他。啊，是个佛教徒送给他佛像，不是佛教徒送给他一个很好看的
对他有帮助的东西，装饰。所以这次我们来欧洲，把那个天主教那个炼烛，他们用那个应该要发给各位，上面都是他们天主教的圣徒，我们把它改成都是佛教的咒语的，对不对？然后那些天主教，这个好，好在哪里？又免费的，啊，这边好像什么都要钱，啊，所以我认为在欧洲、美国、英国弘扬佛法很简单，免费的，啊 ，CD、DVD 免费的，各位今天写牌位要不要钱？免费的，今天参加法会要不要钱？免费的，这才叫佛法。所以有人问我说，什么道场可以去，可不可以去？我说有道的地方你去，没道的你不要去，因为他要钱的，啊，那就不好了，啊，大牌位、小牌位，什么都免费的，啊，讲课、念经免费的。啊，当然有人问我说，啊，人家都要收费啊，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曾经有个师父抗议我，海涛法师你来啊，这样害我们很难搞。你为什么去免费呢？我就问他一个问题，哎，你妈妈生病了，你是出家人，你回去帮他助念，或是你爸爸往，要不要收钱？不能啊。对啊，那我们的戒律是什么？众生平等啊，众生都是父母啊。你为什么要我承认你对我错呢？我也没有对没有错，我听佛的，你为什么不听佛的呢？可能你可以得到钱啊，但是对方就会抱怨你，他不会感谢你，哎，他只是因为他爸爸往生没办法找个出家人念经，没办法，因为他孝顺。但是我们不能利用别人的痛苦的时候去给人家压力吧。啊，所以我想在这一点啊，我想认为一个佛教徒，你要去接近一个修行的方法法门，那你要看那个对跟错，但是不见得南传佛教小乘就错，因为你想要解脱嘛，所以你要去接近那边，啊，这是对的，啊，你喜欢打坐，所以你去接近，但是动机都对的就好。佛陀说，他只提供方法。要得到世间的快乐，要解脱，要成佛，佛陀都给你各种方法。所以我在这边还是要提醒各位，因为各位在海外啊，然后也不知道要去哪一个道场，道场不知道多还少，对对错错。但是有一个原则，如果这个道场或是这个老师，他认为自己的法门才对，他看不起别的法门，那他就错，那不错。如果他是拜佛的，然后他看不起圣母玛利亚，然后他就错，啊，为什么？圣母玛利亚可能不是佛，但是他能够引导天主教徒慢慢离苦得乐就好了，因为我们要超度嘛，特别这边是教堂啊，啊，教堂改的吧，那我们感谢圣母玛利亚，所以我师父给我说，你不要看不起圣母玛利亚，他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啊。我说我看也像，那观音菩萨成佛了，那所以呢，他是佛的化现哦。嗯，我说有道理，心量大啊，不然我们来英国只超度华人，那其他都不能超度，那就没意义了。我们就要帮助那些英国的往生者，给他饭吃，给他食物，给他药，引导他到玛利亚的地方，那就 OK 了。如果他要跟着我们，那不太好吗？啊，无论如何，什么叫超度？离开地狱轨道、畜生道，离开这个，然后他可以升天，他可以投胎做人，他愿意去极乐世界，更方便。因为他活的时候，可能这个他有他的信仰，但是他往生以后，我们可以引导他。所以佛教叫什么？你也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大慈大悲，普度众生。那我想各位要记住，那我们就是佛教徒。无缘，你不认识我，啊，你跟我不一样国家民族，你根本不是我父母兄弟，我都要给你快乐。同体，你也是人，我也是人，你有生命，我有生命，你是鱼，你是鸟，你有那种，你也会痛苦，你也要快乐。
啊，这个叫同体，你要感受到对方的快乐。所以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对不对？所以只要你痛苦，我就会痛苦。各位，这个叫悲心啊，请记住这个。只要有一个众生在受苦，你内心就有苦；只要有一个众生在生病，你心里就有病。就像你儿子在生病，你心里就很难过，睡不着，很烦恼，因为你儿子在生病。同体大悲，所以我一定要帮助儿子，帮助这个生病的人离开痛苦。那在这一点，我还是要强调各位，麻烦你去思考这个问题。你不能说今天我去度假很快乐，没办法。所以经常有人拉我，师父，我带你那个湖看看，我带你去那个山看看，我带你去瑞士看看，好吧？我说我不是来观光的，我随时带着米跟水啊，山上和山上的鬼，地上和地上的鬼。然后那边的人，在那边我就要帮他念咒，对不对？人也是苦，众生也苦，山神也苦，因为我们不能光光，啊，所以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出家人在佛陀时代经过一个莲花池，好漂亮啊！啊，这个出家人看到前面有一个人把莲到水里面把一朵莲花摘起来走掉了，那这个出家人讲，哦，这个人这么爱莲花。然后他也走过去把莲花拿过来吸一下，然后他要走的时候，莲花池里面的河神就出来，就骂这个出家人，你怎么可以这么做？这个出家人说，我只是闻一下而已啊。这个莲花的神说，世间的人把我们莲花拔走，我不会怪他，你是出家人，你是修行者，你不能爱上什么，你也不能不对他慈悲，这是你该做的啊！因为我知道你们出家人是在做这个啊，这个出家人很惭愧啊，哦，是啊。所以我这样讲，各位，你每一个动作，山神、土地神、护法神都会知道，骗得了别人，骗不了天地嘛，对不对？也骗不了自己。所以我讲，修行是调伏自心，只有你知道，不能骗人。所以我想各位也会，我们去接近修行人，包括出家人，你会想他对吗？他做事对吗？如果你知道这个出家人好色，你就不会去见他了，对不对？因为他比我还好色，对不对？那你干嘛出家呢？比我还爱钱，那你还出家干嘛？啊，所以那这样他就没办法度众生，因为你内心不尊敬他。但是问题是，不是出家人的问题。现在各位是居士，那你希望你家里的人学佛啊？你希望你的朋友学佛啊？那你表现的态度要让对方尊敬你的。